开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艺术急诊室。今天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厉害的艺术家，叫做朱德群。那他的版画呢，也是在台湾可以有时候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的版画。那这一件版画呢，它你可以看到它的细节啊，它有很大的笔触，然后又有一些很细微的细腻小点的变化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是朱德群签名办在版画上面他本人亲签的一个签名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全世界这一个版有150之98，对。所以你看它整件作品呢，它是以一个咖啡色调，但是呢，它非常特别的是，它在正中心正上方反而是用一个暗颜色的一个铺层，那种，但是用一个很流畅、很大的笔触在做那种就是那种笔触回转啊，一笔形成的那种效果。近看可以看到它细节是，很丰富，然后它是很沉稳的颜色。那，然后它的构图很特别，它就是正面在正中心有这种很干脆的笔触，然后又好像那种细线缠绕的感觉。那整张的颜色非常的古朴又典雅，然后又有那种动态。让人家觉得它的神秘感是爆表的，就是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空间。那像这样子的这一件的作品也很少在一般的场所、一般的那种连拍卖会都很少可以看得到。然后像这一系列的作品，它的尺本身有一些。朱德群就是那个版画公司的那种法国版画公司的一个浮水印。那这是我今天要跟艺术急诊室的朋友来推荐、来分享的一件作品。那这是我当然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。那在这种疫情的时候，就是在家里观赏直播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好，艺术急诊室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